大家好，我是 Yubi， 今天要来介绍一个那个躲猫猫牛奶盒。那它里面就是会有上面写的这些东西。那我们现在来把它打开。好的，里面有一张海报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包上也有，哦，这里有36种。好的，那现在要先去藏起来，我等一下会去找藏的人，不是我，好吗？开始。找到了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把它打开。开始。哦，里面有一个这个，我们先来把它撕开。怎么玩？就是里面会有粘土，你必须把它找到里面藏的猫。好的，开始。哇。有蓝蓝的了，有蓝蓝的了。粘土是要干嘛呢？粘土差不多可以拿来玩吧，我也不知道。这是动力砂的粘土吗？不是，这是一般的粘土。找到了。赶快，到底里面有什么怪东西呀？这个也太紧了吧！这一包是什么？应该里面会有东西吧。帮我看一下。好。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？这样要199，到底有什么东西？已经开了，全部拆，全部找到了。耶、yeah ！你看这沙盆里面还有一个那个粘土。哎。想办法把它挖出来。总共有粘土，还有一只猫，还有什么？一些道具，就这个跟这个。哎。还有一些贴纸。那这个到底要干嘛？可以拿来玩啊。怎么玩？大概就把零件装上去吧。粘土要挖是需要挖很久的，已经快被我挖完了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到底……哇，我刚才已经看了海报上，我发现它就是这只。OK， 那一样的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结论是什么？结论就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买买看。这很贵。我觉得不会。这个到底要玩什么？就是可以把猫拆出来啊，当躲猫猫。哦，就是把猫藏在粘土里面，好，然后你拆掉之后还可以再把它用粘土把它包起来，然后里面有一些饰品，啊，然后。当然，这个粘土可能不是很好清，就是玩完之后就是要把它归位，那就这样喽。好 ，Yubi 有没有什么话要讲？几乎没了。好，那就这样喽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拜拜。